你梅珍只要碰到我，报告市长，我有吃鹅蛋，我有真的有吃鹅蛋。每一次讲了好多，他已经吃了多少颗？你自己跟大家报告一下。100多颗。他已经吃了100多颗鹅蛋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吃了鹅蛋生下来了，我的大女儿韩冰，长得完全是鹅蛋脸的。过去3年，每一次把公事谈完，李梅珍就会叹气：“哎，起对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好想再生几个孩子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真的好喜欢小孩子，我一定要再生。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我老是没有办法继续再生出来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方法怎么样，不过我结婚8年都生不出来。”后来，我老婆啊，有一个老太太跟我们建议去煮那个鹅蛋。电锅打开来，不蒸鸡蛋，蒸鹅蛋，回去蒸好了吃吃看。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老婆怀孕。我说梅珍啊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梅珍只要碰到我，报告市长，我有吃鹅蛋，我有真的有吃鹅蛋。每一次讲了好多，他已经吃了多少颗？你自己跟大家报告一下。100多颗。他已经吃了100多颗鹅蛋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一下吧。看我们8年以后吃了鹅蛋生下来了，我的大女儿韩冰，长得完全是鹅蛋脸的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笑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。梅珍吃了100多个鹅蛋，后来我就告诉她，回去叫你老公啊，身体锻炼好，啊，一定希望你能继续多子多孙。市长，你要爬、啊？我可以爬上去看一看。真的假的啊？市长，我们现在也针对这个场域哦进行必要的一些。我还年轻啊！好啊，市长，你真的吗？哇！市长小心啊！上面风景怎么样啊？市长看到什么吗？哇！可以了吧？安全第一啊！哇，好重龙体啊！哦，市长可以了哦，太高了吧？不要再上去了啦，小脖子有点酸。帅帅啊！高空作业它怎么作业都是一个小洞小洞的，帮那里来练一样会用这种方法。可是上面没有啊，上面现在还没有作业。那什么时候要做呢？今天会调拨人力。我都上了去，别人一定上了去。是是是，别动，没事。你看上面有没有积水吗？没有积水的洞，这个洞一定要补起来。洞怕蚊子在里面，所以我去看一看，我怕有死角。那树下这么多洞都有可能滋生蚊虫。可是上面呢，所以我必须要爬上去看洞多不多。结果一上去看，树里面的洞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就要求主办的我们卫生局，所有的消毒部分一定要把树上面的那些洞都要堵起来。我要亲眼看，我才能了解状况。果真，每一棵树的上面都有非常多有可能滋生病虫，这个病虫媒的这个病虫蚊的这个可能性存在。那刚才这样讲了以后，他们也完全都能了解，
所以未来我们在高处可能用把树枝剪掉，让阳光照进来，还有风吹；低处的话，可能用投药，还有泡棉呢，把它堵塞，会有各种方法，尽可能让蚊虫无法滋生。